暂时只能先凑到这些，等明天我再去做。没用的，文秀，没用的。该当的当了，该借的借了，才凑个几百两。就算把这紫园都卖了，也超不过千两。你先不要灰心啊。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我去找找麦克。你还要去找麦克金？但愿他能念着往日的旧情。不，文秀，你不能连自尊都丢弃了。我的自尊和天明的性命相比，何足挂齿？小姐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还是我陪他去吧。麦克金，麦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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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了，麦克，麦克。兄弟，我又找到天堂了。陆家的福寿糕啊，那滋味真是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麦克，麦克，麦克，你醒醒啊，麦克！是你。是你毁了我，是你毁了我，你滚开！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小妃子。麦克，他已经不是麦克基了，变成了一个疯子。都是因为我，看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更难受，比他扇了我一巴掌还要难受。他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们也指望不了他什么。看来天明是救不出来了。走吧。三千两黄金，这堆起来能有多高呢？他们也真敢勒索。谁逮着这种冤的头，不狠狠地敲他一竹杠，这就叫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呀。这也太黑心了，小姐和七小姐连连跑了两天，到处借钱，才凑几百两。这三千两要凑到哪年才能凑齐啊？那就得看咱们家小姐愿不愿意听我的了。她若是愿意听我的呢，不出三天，我保证给他凑齐三千两黄金。好棍儿，你还什么都敢吹，平时吹吹牛也就没有人纠缠你了。可是现在不是吹牛的时候，黎先生的性命要紧，开不得这样的玩笑的。谁在跟你开玩笑？我正是看在黎先生和小姐的面上啊，瞧，连草哥你都急了。我才愿意应下这事儿。哎呀，不就是三千两黄金吗？又不是三千个天兵天将，那我请不来。那我可就跟小姐说了。
随你。小姐，你上麦克家里借到钱了吗？小姐别着急，刚刚郝国说了，给他3天时间，他就可以凑齐3200两黄金。是吗？小姐，这黎先生是好人，是条汉子。华贵想救他，我知道。3天以内凑齐3200两黄金，不是个容易的事儿。可是好贵能做到，只是要小姐依好贵两个条件。你快说快说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就别说两个条件，就是10件20件，小姐也会答应啊。那，啊，好贵儿，啊，来，来，你先坐着。你说，这第一件事儿，是明儿个小姐去买一间当铺，就是那种典当古董字画的那种，像天成当铺那么大的成，花不了几个钱。这第二件事儿，就劳烦小姐今天晚上画上一幅好画，这画里边要有15的圆月和一匹白马，其余的事儿嘛，就都交给好贵去办。就这主意啊？啊！好贵儿，李先生命在旦夕，你可不能开玩笑。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还能跟你开玩笑？好贵儿愿意用性命担保。那你倒说说看，凭着一个当铺一幅画，怎么就能凑齐3200黄金？这事儿不好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们就放心吧，3天之后我一准的把3200黄金交到你们手里。好贵儿，小姐，你信我，信我吗？我信你。李先生的事儿，就全靠你了。哎，我这就去换，我这就去换。我谢谢你了。您歇着吧，我还去忙事儿。行头往你身上一穿，别说啊，
还真有点掌柜子的派头。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几位公子说笑呢，小的刚入此道，还不懂规矩，以后还希望师傅几位公子多多照应。里边请吧。早就看出这小子不是等闲之辈，今儿还当上掌柜的了。哎呦，赵公子，赵公子，可不敢这么说，我啊是赶兔子上架，应应景罢了。里边请吧，请吧，请吧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，请坐。好，哎呦喂，我说好哥，你这一开张，这屋里头就满满当当的，这可是大吉大利的好兆头。哎呦，谢师傅，师傅上边请，来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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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来来来。师傅，来，您上座，上座。来，各位公子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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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请，请，请用茶，用茶。老官啊，哎，可不是师傅挑你的理儿啊。你这开当铺做掌柜子，事先也不言语上，啊，今儿这开张的大喜的日子。也不说给师傅和各位公子发帖子，你太小瞧人了，这是。就是啊，今天是幸亏我们闲着，溜达大街碰上了，要不然还不错过这大喜的日子。我说好官，你是怕请师傅和各位公子喝酒是怎么着？不，没有，师傅。我这小买卖怎么敢烦劳师傅和各位公子的大驾呢？今儿各位能来赏光，真是出乎好官的奢求，还令小店是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！破费了啊！我说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破费了，不好意思。各位。还要烦劳师傅和各位公子帮我把这小店的名声给吹出去，这名声要吹出去了，还愁没钱赚吗？到时候好贵自会报答各位，谢谢啊，谢谢。瞧不出来你小子还挺懂行啊。老哥啊，我入一股怎么样？哎，也算我一股啊，有钱大家一块儿赚嘛，这要赚了钱还不咋乐呵都成啊。说笑，哎呀，各位公子说笑说笑，好贵儿怎么敢接各位公子的股呢？只要以后咱公子冲着师傅的面到我这小店来走动走动，好贵你是感恩不尽，感恩不尽了。行，左右逢源，滴水不漏啊，是个做生意的料。来，师傅，来，喝点酒。老贵儿。你这一入当铺就来虚情假意的啊，师傅我最见不得那脑瓜钻进钱眼里的小人。师傅您这话是怎么说呀？怎么说，你客气话也说了，酒也敬了，就不玩真的是不是？你说师傅跟各位公子到你这儿来就为吃你这点东西？好东西拿出来，让我们先开开眼呐！就是，拿出来！不，各位，各位公子师傅，我这是小买卖，哪来什么好东西？我说好官儿，这话你蒙别人行，蒙你师傅啊，这谁不知道太监一出宫第一个去处就是当铺？你小子也在宫里待了十来年了。没什么好东西，你敢开这当铺？哎，我说，咱话别说得太明了啊！我可也是从宫里出来的。得了，真没这意思。不就是想开开眼吗？是，拿出来我们开开眼。行，好，快点，快点。
成，那就让师傅和几位公子见笑。见笑，拿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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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藏着藏着掖着的，你是那好东西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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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喝着喝着喝着啊。嗯，来了来了，瞅瞅瞅瞅瞅啊，瞅瞅。哎，这只如意是当年乾隆爷留下来的，还有这只镯子，这也是乾隆爷给香妃的信物啊，还有这小金鞋。哎，我说咱这乾隆爷留下东西也太多了吧。啊，哎，我们家那只金马桶还说是乾隆爷留下来的呢，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呀？有行家在呢，一定能看出真假来。过过您的法眼。我说，别说，这些还都是真的。嗯，真的，当年我在宫里都见过呀。你别的不说，你就说这只如意啊，瞅见没有？这儿缺了一块。怎么回事？知道吗？当年在颐和园，老佛爷拿着玩的时候，一不留神。磕在鸟笼子上了，没错，你瞅你瞅你瞅瞅瞅瞅瞅瞅瞅，哎，鸟笼子是不是？哎，哎呀，我说我说好贵啊，这些东西虽说值几个钱，可也算不上是稀奇之物啊。我就甭说了，就几位公子在家里边就这般东西，少说也趁个百八十件的。对对对啊，就是我说你就没有好东西拿出来让我们也开开眼呢？哎，好哥，啊，好哥，不是你平时挺痛快的，今儿怎么了啊？当个鸟掌柜就拿起糖来了？没有，师傅，嗯，这儿都不是外人，要说好贵儿还有什么好东西，那就只剩下一幅画了。有不是？不过这画着实的不同凡响，好贵儿不敢轻易拿出来亮。哦，你说的这么玄乎，什么画啊？拿出来我们瞅瞅啊。师傅，那个画咱一看那得折寿。嗯，您甭看，弟子劝你甭看。啊，他要这么说，我还非得瞅瞅不可。拿去，赶紧看看。你看，这画，你这画看还能折寿吗？哎呦，那今儿个我豁出去。我至于吗？这不是真的，没错。这在宫里我都见过，有的还用过呢。这个，这没错，你瞅瞅没有？这是真的。哦，啊，你瞧这成色，这成色拿过来了，我给。哎，听，他还在人间呢。曹操，没错，曹操。是曹操，这左看右看，这不是平常的画吗？就这画，在我们家都成箱装去呢。好官儿，我说好官儿，瞅一眼别说，折寿十年了，就是二十年都值。啊，好，这画，好官儿在哪？打算什么价出手啊？啊，低于5000两黄金是万万不会卖的。啊，5000两，不多，不
不多，10000两都不多。不，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可惜师傅是没有福分享用喽。现在是，您，我说各位公子，各位公子，不是我们今天我拿出来量，以示折寿了。若是说破了，我好棍就得死。那好棍，再看一眼。不是，这五千。各位公子，给好棍留条后路，留条后路啊。点事儿你都办不了，干什么吃的你是啊？老爷呢？回来了吗？我正想问你们呢。这，你们四个上哪儿疯耍去了？老爷一回来就把自己关进屋里，又是烧香又是拜佛的。嗯，你们撞鬼了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老爷要是有个好歹，我饶不了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蹊跷了！我说，看来这画啊，真是不一般。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啊。要是横竖不就一白马加那么大月亮吗？不懂了吧？这画要是普通的画，小罗王他会中魔，出来了。老爷，要不然咱们耍两圈？就是，哎，那就海斗蛐圈。今天不斗了，也不耍了。今儿我累了，想早点歇着。管家，在替我送送这几位公子。是。哎，别去，老爷，今儿您说什么也得把那幅画给我们破一破，要不今儿晚上回去了，哥几个谁能睡得着觉啊？说的是啊，要说我们哥四个跟您交情不算薄，您横竖不能让我们回家揣着糊涂猜闷儿去吧？对呀，我本不该说呀，可冲着咱们平日的交情，我又不能不说。古画知道吗？古画，古画啊！啊呸！亏你们还都是些名门贵族呢，古画都不知道啊？那您只叫一二。古画300多年才出这么一张，算你们几位有福气看了一眼。要搁我，这么着吧，今天晚上你们谁都甭回家了，三更天跟我出去一趟。
不是，人间奇迹，奇迹！神了啊！神了，我让，你们知道刚才他绕了一圈干什么去了？喝水去了。你们在喝水呢？啊，你们猜猜他到哪儿喝水去了？哪儿？他还能上哪儿？海河边儿呗。哎呀，往远了猜，不是，就这么眨巴的功夫。 他左右还能离了天津外啊！真可惜，你们还都是有名的公子哥呢。有时候真是俗不可耐。喝喝去去。你们以为这白马是你们家马厩里拴的那些俗物啊？我要跟你们说了，可别吓着你们。就这一眨巴眼的功夫。 他去了趟天山，哎，对了，天山，到天山顶上喝水去了，因为天山顶上的雪水一点脏物都没有。神了，哎，这好棍儿就卖5000两黄金，他卖几万两都不过呀。 哎呀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可惜我们这些没有秧根的人呐，养活不了他。哎，好棍儿说的对，别说是养活了，就瞅一眼都得折寿。好棍儿就是怕这个，才低价卖的，要不然5000两，他肯卖？ 哟哟，赵公子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那幅画都拿过来去，我买了。哪幅画啊？就那幅白马。赵兄，赵兄，你可不能独吞啊！哎，我们要买，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吧？嘿嘿，先来后到。要是个女人啊，小弟宁愿让赵兄一马当先。可这幅画不行，要没我份儿。 哎呦，哎呦，公子，各位公子啊，哎，你们都家大业大，你们点什么都无所谓，那我这小铺子哪受得了啊？老棍儿，银票我带来了，横竖你看着办。咱们也都是喝过血酒的拜把子兄弟啊。嘿，说的是啊，既然是拜把子兄弟，就不该独吞。就是啊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这可是当初对天说的话。就是啊，哎，你看你们都是拜把子兄弟。 这情同手足，你们不能因为这幅画你们就得都是我招出来的事儿，我不卖了，多少金子我都不卖。哎，别过来，我这儿呢，传过来，传过来，哎，传过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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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反正什么丑话说前头了，你看着办吧啊。老贵儿，反正我这银票也带来了啊，你也看着办。我说哥俩，要不然这么着，不是六千吗？咱一人出两千，成吗？咱轮着挂，初一到初十挂我们家，十一到二十挂他们家，二十一到月底挂你们家，公平合理啊！哎，这主意倒是不错啊，这还像拜把子兄弟干的事儿啊？怎么样？拜把子兄弟是吧？啊，不愿意伤和气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走，老贵儿，拿画去，我们看银票。哎，快点啊！嗯，月底挂我们家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快说挂我，说挂我，一会儿再说。哎，别急着打开，别急着打开，我可不愿意再看。
再看，我还得折寿。那待会儿我们可拿走了啊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折了，啊？奇迹呀！啊！去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我拿着。今儿初一，这不是？我这时候他妈还跑挺快。到底抢先一步，哎，好贵，快把你那匹白马卖给我。白马？啊，卖给您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您来晚喽。刚才赵公子、孙公子、钱公子来过了，仨人各出2000黄金，已经把那画买走了。买走了？嗯。还合伙买的？可不。那怎么没我的份儿啊？他们说是这一人挂10天，哟，还真就没算上您呢。哎呦，您要去了，还能分几天给你吗？妈的，这帮王八蛋，哪还顾得上什么兄弟情义？就是你看，不行，我这就找他们去。哎，哎，哎，扇子，李公子，嘿，掌柜的，哎，这一大早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，怎么了？哎，没什么，几头瞎驴撞错地儿了。哦，去把大褂拿来，我要出去办点事儿。哎，是掌柜的，开门。哎，小姐，这是3000两黄金的银票，您收好。是真的，李天和银号的银票，可以当场兑现。郝贵儿，这钱你到底是怎么弄来的？这小姐，您恕罪，我还是不能说。这不是什么正道来的钱。不过您放心，这坑蒙拐骗的事儿都是我郝贵儿干的，你们不会遭到报应啊。快去呀、啊！你们早去一分钟，黎先生就少受一份窝囊罪啊。对。啊。郝贵儿。哎。谢了。哎。等我。郝贵儿。哎。我以前。也没怎么把你当回事儿啊啊！可这回，真的谢谢你。这瞧您说的，我郝贵这人呢嘛，平时是有点奸猾啊，可有时候我也挺实在的。齐小姐，说真的，这回我不是为了您，我是为了我们家小姐还有黎先生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应该谢谢你。啊，如玉，咱们快走。嗯。郝贵儿，简直绝了！你干什么？你吓我一哆嗦！你看，小姐和齐小姐都没辙了，全仗着你。你说三天就三天，说三千就三千，一两都不差，一天都不差。你真是个汉子！我，这算什么？你没什么事吧？啊？
们要见一下监狱长。见监狱长？这个事儿嘛。兄弟，帮个忙。啊，好好好，您稍等啊。二位小姐，请稍等，我去禀报一声啊。一定会尽力的，你们回去听信儿吧，三日之内必有佳音啊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客气客气啊。孤枕白城楼，观山那地。师父，这是三千两黄金的票子，您老收好。哎呀，好哥啊，咱们师徒二人演的这双簧，天下就没人能看得出来。坐坐坐坐坐。弟子哪敢坐呀？坐坐坐，我有事儿说，你坐坐坐。那三千两你怎么分的？啊，全数交给了淑妃娘娘。你一点也没留？那不白忙活一场啊？您是我师父，我不能欺，他是我老主子，又屡遭不幸，我不忍心欺，白忙活就白忙活吧。小官儿，我要是让你欺负他一回，你是向着他呢，还是向着我呀？这弟子没有明白师父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总得背叛一个呀。你是背叛他呢，还是背叛我呀？哎，好吧。师父，这就是那本传说中的天书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要是把这本天书研究透彻喽，找出偏方来，就能治咱们这样的人，长出新的根来。师父，我研究了快一辈子了，也不得要领。你年轻聪明，你准能把它破解了。你还年轻，真要是长出新根来，你不是享用一辈子？谢师父，把这天书传给弟子。来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我还没说传给你呢。坐那坐那坐那。好官啊，皇上逃到了东北，把个淑妃娘娘丢在了天津卫。师父，我是不忍心他让别人给糟蹋了。你年轻轻，脑子快，点子多，想个辙把他领到这儿来，师父我也好尝尝这小妃子的滋味。这本天书我就传给你了。
我知道你对淑妃娘娘忠心不二，可是这回为了我，也为了你自个儿，你就不能破坏利益呀？可这事儿确实让徒弟太为难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这回你好好琢磨琢磨，嗯。